亲爱的爸爸妈妈和宝贝们，晚安。亲子晚祷在疫情中，让我们的心更加仰望主。先来读圣经，今天要看的经文是《哥林多后书》4:8-10，这样说：弟兄们，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，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，被压太重，力不能胜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，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，叫我们不靠自己，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现在仍要救我们，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使徒保罗亲身经历神多次救他脱离死亡，见证了神的恩慈与大能，让我们也以坚定的信心向天父祷告。拯救我们的阿爸天父，谢谢你为我们背负所有的重担，当我们失去指望的时候，你是赐我们盼望的神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现在所面对肺炎病毒的情形，就好像使徒保罗那时的心情，压在我们身上的担子很沉重，一些人心中充满了灰心。天父，我们实在不能依靠自己来解决所碰到的问题，我们需要完全来依靠你。感谢阿爸天父，你是使人复活的神，也已将我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，进入永生，所以我们相信你的圣手要保护我们，直到肺炎病毒的灾难过去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